我特别感谢台南市惠子女童军团哦，因登记关怀在地的绿色中辈，各提供是台南站的代表，上午是特别前往新化的杨贵文学馆来送上台南开往苗栗的车票。期待讲借由这个赠票的活动，和咱的爱会当继续流传落去。十七号上午，高铁台南站公馆带着一张对台南开往苗栗的大车票，到台新化杨贵文学馆出席一张赠票活动。伊对象就是登记关怀在地绿色的台南市惠子女童军团，即阵安尼公益活动来感谢民间团体付出。把我们预警啊，还有左镇的、啊，还有新化这些偏远，算是偏远地区的偏乡的一些独居老人、一些长辈，他们能够呢，趁着这样的高铁之旅呢，在惠子女童区他们的协助之下，来安排这趟去苗栗的旅程。包括团长吴志明在内，所有女童军团的团官专属出席。你有一挂团官唔知有媒体被采访，各公司在的行踪出席。你团长吴志明接受访问时就提到，感谢各地公司提供这个机会，可因会当将爱大白将。借由这一次的那个高铁行，我们可以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关心，或者是我们这一次的苗栗之行，或许在其他的点也可以找到我们需要关心的地方。这次的赠票出游，台南市惠子女童军团除了团员，也阁会带上因的服务对象一同出关。透过企业甲民间团体结合，或者绿色中辈也会当走出户外，感受社会温暖。记者万嘉兴花区采访报道。